干净清新的空气和森林，呼啸的凉风，自然赠予人类的最珍贵的礼物。 SK Bioland 将来自大自然的天然资源融合科学，生产出天然原料，为人类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。成立于1995年，以自然、科学、生命为理念的 SK Bioland， 作为天然功能性原料领域的领军人，坚守着自己的职责。 SK Bioland 利用天然提取物研究生产出更加安全健康的化妆品、食品及医学材料，开发拥有高附加值的高效能天然原料，利用 GMP 认证系统生产对人体有益产品的 SK Bioland。 天安总部是它心脏一样的存在，天安工厂已成功生产500余种天然化妆品原料，是化妆品原料的摇篮。鞍山工厂保有 GMP 认证的韩国最大规模的保健品原料生产设备，生产并供给高品质天然原料，是利用发酵及酵素转换的食品原料生产优化技术的专业工厂。无仓工厂是研究开发以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等人体主要构成成分为原料的人工皮肤、牙科材料等医学机械的工厂。武松工厂是拥有丰富的原料开发经验及取得 GMP 认证的韩国最大规模的天然化妆品原料生产设备的，同时满足内销与出口的可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。济州工厂从最初以熔岩海水研究取得专利，为了让济州岛的天然原料走向世界，发挥着极重要的跳板作用。跨过济州设立于中国海门的工厂，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特有天然原料，是公司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桥梁。如您所见， SK Bioland 是将来自清净自然的多种成分生产成各种天然原料的综合性企业，将更优质的天然原料带给更多的人，为全人类的健康、美丽及幸福奋斗。这就是 SK Bioland 的职责及使命。